哎，温迪，我们找到了一个会跳舞的树。会跳舞的树就在我们周围吗？对，看你旁边那一棵就是啦。那它的学名是？叫做。好小的高丽菜。我从来没有采过这么小的高丽菜。我们公公太晚了。去介绍高丽菜的时候都说，哇，你看那高丽菜比脸还大，什么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么小的高丽菜。等会儿抓着，好甩哦，要用腰力哦，腰力，哎，要甩出去哦，用腰力，腰力，一二三，哇，抓的部分你就是手压住往下，嗯，旋转，嗯，啊，有冒烟了耶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小百科里的人物活生生的跳出来了。